在家里，他去哪儿了呢？我得去问一问师傅。不知道静儿最近武功练得怎么样，让我试试看。贫道马玉，九牧江南七怪大名。今日有幸拜见，请多指教。哦，原来是全真教掌教道，失敬失敬。不知道长光临漠北，有何见教？可是与令师弟嘉兴比武之约有关吗？毕师弟爱与人赌强争胜，踏为清净无为的道路，贫道敢与出家人一己从人，擅自教了他些强身养性的法门，并未传他一招半式，更无师徒名分，请您见谅。失礼失礼，都是我错怪你了。贫道云游不定，不喜为人所知，就此暂别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是全真教的道长，那你一定知道丘处机道长，记得他在哪儿。丘师弟，他跟我一样都行踪不定，我也好一阵子没见到他。这样，那谢谢你了。师父，你们俩人原来就认识啊？马玉，人称丹阳子，为天下有名的全真教掌教，江湖上谁不知道？刚才马掌教说什么比武之约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来话长，往后你会明白的。好小子，你的武功已稍见长进，今天师父高兴，再教你一招判官双笔，看好。没有。发挥不出作用的，可惜我只有这把破烂的纸扇子，就是给了你也顶不了什么用啊。师父，华筝不见了，我找遍了全村都没见到他的踪影。什么声音？好像附近又出了什么事。华筝？难道是他？不，他不会出事的。师父，我去把华筝找回来。
长老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蒙古村外不是很安全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刚才听到一声巨响，我才担心地跑过来。长老，这山洞的门为什么老是关着呢？你不知道吗？山洞里面阴森森的，经常闹鬼呢。闹鬼？听长一辈的人说，山洞里有暗道，暗道里还藏着金银财宝呢。有暗道？它通往哪里啊？这以前也有人找过，结果不但暗道没有找到啊，却说碰到了鬼。大家一害怕就把大门关了，这几十年来就没有人敢再进去过。开关好像被人动过了，糟了，一定是有人进洞盗宝啊！得赶紧回村里告诉大伙。长老，我走得快，还是我回村里告诉大伙吧。你看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是不是？对了，这灵芝草给你治病。我该怎么样感谢你才好啊？对了，这把祖传的铁扇，博士他已经力不从心了，你拿着它，或许能派上用场。不嫌弃的话，就拿去吧。这，我怎么好意思？更适合让你带着。谢谢长老。这是什么声音？真让人害怕。Thank you.